即系咧机 pose 嘅动作一样。咁首先我会跪咗喺我嘅右边膝头哥先啦，左脚伸直。一样嘅动作，首先我将我只左脚而家曲起佢，模仿翻好似一开始咧我哋一个嘅 lift 嘅动作，将我哋嘅膊头想沉落去低过我哋嘅膝头哥位置，手一样向后拍。但今次唯一不同的是，我哋是跪咗喺度做 ，instead of 坐喺度做咗一个半外旋的动作嘅。好啦，然后你又是将你的手摆喺我哋嘅脚面上面，后面只手一推，你只手一拉，慢慢将只脚拉上嚟 ，hold 住喺度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。